好，早晨啊，欢迎返到嚟陈皮妹频道啊！今日12月11日啦，咁啊，点解要拍条片呢？今日因为呢件事嘅，系啦，因为几个钟头前呢，Pokemon Go 就话呢、这个神秘盒子呢个效果提升咗啊，咁啊会有多啲见到呢个 Melton 啊美露坦嘅机会啊，咁啊想测试一下，究竟30分钟内有几多只？之前就10只啦，而家唔知几多只，咁啊要测试一下嘅。但系未讲之前呢，就要同大家讲一样嘢先。未做之前，咁啊，我又有呢个 VIP 团体战嘅入场券啦。咁啊喺呢个星期五啊，12月14号下午6点啊，都系大家放工时间啦。咁亦都喺呢个深水埗公园嘅呢个站嗰度，我就有呢个黑券啦。咁啊，如果你系我呢个马吉好朋友嘅话呢，咁啊3粒星嘅朋友嘅话呢，你就去留言啦。你想打嘅话而未打过，因为呢个放工时间咁啊，适合大家打嘅。系啦，咁我每星期四到就会 po 喺 YouTube 个 blog 度，咁啊大家就知道我拣咗边位噶啦。如果你冇人拣，我就是但随机啦。你有嘅就留言啦喺条片度。OK，好啦，咁啊，闲话少讲啦，咁啊试下咯，开始测试呢个神秘盒子啦，开。30分钟嚟咯，仙气弥漫啊！准备，见到未？仲未有，听闻会有多好多只嘅，咁啊唔会1分钟一只咁密嘅，不过就要。等下啦，有啊，第一只，喂，哥，美露坦，Melton，记得系菠萝啊，同埋黑球，好，准备3、2、1。第一只搞掂，当抹底先，冇乜用嘅。好，继续。咁啊，唔使等3分钟一只就要好多啦，条片。继续啦，咁啊，而家佢就另外就讲下其他嘢啦。咁啊，呢个Pokemon Go 呢个训练家对战就话将会推出啦。咁就会由40级嘅训练员开始嘅，咁啊，逐步咁慢慢由跟住到39、38，咁逐步会呢、这个开放俾大家玩啊。咁因为佢要测试个系统嘅稳定性啦，因为要连线嘅 PVP 啊。咁我谂咗点解佢会有呢个防护盾，防护盾呢样嘢而唔系避招啦。咁因为佢嘅避招嘅系统咧出咗2年咧，都系仲有笔嘅，即系话你无啦啦避到都会扣晒你啲血。咁啊，所以佢简单啲啦。用防护盾嚟到代替咗呢个避招，咁啊增加咗呢个游戏嘅稳定性啊，费事你避到又输咗嘛，无谓啊。好，第二只，哇，好快喎，真系。咁我唔使行嘅，我试过系唔使行。好，69位，吉祥数字喎，好。第二只。咁我计佢出现嘅次数啦，捉唔捉到？就呢个其次啦，系啦，都系冇乜用，系啦。咁啊，而家27分，3分钟2只，咁会有20只咁样嚟咯噃。咁啊，如果大家想早啲享受呢个训练家对战嘅模式，就尽早。咁呢几日就尽快冲等啦，系啦，打多啲团体战啦，用埋幸运石啦，系啦，幸运蛋啦，咁咪可以 double 经验值。我而家仲差几多？仲差十零万定100零万啊？百零万经验值。即系要打多70，
場到嘅，最少要打七十場加幸運蛋嘅團體五星團體戰先有。好，第三隻。啊，都是菠萝黑波，3、2、1 ，yes。跳叉都是冇用嘅，好。哇，太阳都在附近，三隻。啊，仲有提一提大家，系啊，我呢、這个礼盒唔够啊，三星以下嘅朋友，你尽量送多啲礼盒啊，因为我呢排会狂开，我见到好似开始有啲唔够嘅迹象，咁啊如果你系我三星以下嘅朋友，咁你就尽量呢几日送多啲礼盒俾我啦，系啦，好，第四只好快喎、啊，真系应该 double 咗个。double 咗个时间啊 ，double 咗呢个山怪嘅时间，快咗一半佢啊，差唔多。第四只啦，好，喂喂喂，唔系传送，唔系传送，搞掂。咁啊，今日嘅 Pokemon Go 嘅 Twitter 就不断回顾紧呢一年发生咗咩事啦，由开头到而家啦，咁啊都系回顾啦。佢话嚟紧大家期望下一年有啲咩新嘅活动啊，咁啊冇讲过，系咁啊，大家想有啲咩新活动，其实都出晒噶啦，基本上喺预告片所有嘅嘢，净系而家等埋 PVP 就齐噶啦，基本上。basic 所有嘅嘢就齐啦，除咗啲 Pokemon 未出晒之外啊，咁啊快啲出埋有啲第二代啊、第三代嗰啲 Pokemon 出埋啊，唔该，出证嗰啲。咁啊睇，第五只咯，十四有冇机器100咧？1、2、3，都系冇嘅。好，睇多次先，都系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啦，系啦，头先讲咗啊嘛，训练家对战嘅时候，你未开始之前，你就尽量留翻晒啲书啦，系啦，即系啲训招式书啦。这个咩啊？糖果啦，同埋星星碎片啦，因为你一定要摆招噶，如果你要打嘅话，如果唔系得普通嘅招式，基本上系应付唔到咁多方面嘅属性嘅怪，系啊，同埋其他招好又有。点解我可以今日突然之间佢一开我就有呢个盒咧？因为其实我上个礼拜系冇换过，因为好多晚我都要开夜工，咁啊冇得玩，系啦，咁啊啱啱见佢出咗呢个Twitter 嘅通讯，咁就即刻试啦，好六粒。诶，未 check 喎 ，check 咗未？516，所向无敌攻击惊人，喂，攻击惊人，劲 ，very good。我之前讲只咩啊？所向无敌攻击防御叫人兴奋，咁我呢只好啲喎，好似15攻、哦，就系10分钟啦，而家6只。
出翻嚟，出翻嚟，第七只。好，七只。咁啊，講下嚟緊聖誕啦，聖誕就會嗰個禮拜23號開始就會有晚間嘅直播遊戲節目啦，咁啊，到時大家就留意一下啦，係啦，應該為期大概6日到，5、6日到啦，係希望晚晚都做到啦。咁少嘅點解？第13隻。喂，入落去啊！3、2、1，搞掂。佢而家呢个速度大概系超越咗社群入边嘅模式，因为社群又都捉唔到咁慢，半个钟。好，你同埋要行呢社群入。咁呢個唔使行啊嘛，咁啊即係每個禮拜都有一個美錄彈奏，而家非常之好。好，40多秒。哇，好好多，深绿色嘅圈。睇埋，仲有10多秒。应该出唔到最后一只啦，19只完工。云买啊，冇震一震咁吓我，冇啦。好咁啊，完。咁啊，测试咗啦，咁啊，30分钟内而家多咗9只，即系多咗90% 啦。咁啊，算做几好噶啦，咁啊 ，keep 住都有得捉。咁啊，希望大家未进化你嘅。Melton 去到 Melmetal 嘅就盡快搞得掂啦，系啦，咁啊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咁啊記得如果你想打禮拜五嗰個團體戰就喺我嘅呢條片嘅留言嗰度留言板度留言啦，咁啊記得你要有3星即係呢個馬吉好朋友先可以一齊打，系啦，咁啊星期四我就會將券送出去噶啦，好，咁啊呢條片真係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就俾個 like 訂閱頻道同埋贊好 Facebook 陳皮妹頻道專業，咁我哋下一條 Pokemon Go 嘅片翻嚟再見，拜拜。